所以我回来立同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灯就照外面去啊，不要进里面啊。然后到这里的时候才慢慢攀登进去。就是来到边看到边路线嘛，那个后面那个吊灯是怎样出现的？因为我也在，我到平东这边，我看到边路人的时候，那个灯就是微亮。OK。看我们在做梦呢，其实我们已经转行了，我们拍戏了，很难赚钱，我们改做 event。在了party，不能直接这样，绝这样呗。那像考 K， 没有，有录到哦。现在有谁可以比较大致的可以帮忙来拉这个？So when you see the camera goes there, you start skipping. Okay. Oh yeah, number one. That's awesome, man. You did it, how's that?